欢迎收看，这是我的战争第七集。我们上一集的时候，我误杀了，或者说不是我误杀吧，不应该杀一个人的。大家可以看到，现在的帕列夫属于一个伤心的状态，该饿的都很饿了，然后厨师，都很伤心，看到没有？伤心，有三个伤心，不应该杀那个人的。厨师，先这个。然后，厨师做饭，你睡觉，妹子做水，睡觉。我们现在蔬菜和肉都不多了，这两个在睡觉了。好，水再继续做。酒的话又是没水，然后但是我们好像可以升级这个了。对，可以升级，把这个采药台可以制作药品和高质量卷烟，卷烟可以换东西，还是怎么样？制药品呢？还是升级这个嘞？或者说是造一个种药材的嘞？种药材的话，我们现在肥料不够，可以造了，看到没有？可以造了，但是我们药材不够，这也略微的蛋疼。哦，这个酒精蒸馏器，好，造个这个，造个酒精蒸馏器，可以造酒精，酒精可以造纱布，纱布可以就是造那个造酒精可以做绷带，可以做很多东西。帕雷夫为什么？大家知道这为什么是什么意思吗？就是说。杀了那个人，不应该杀的，真的不应该杀的。好，可以做酒精这个了。放哪儿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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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这儿吧。然后厨师，好饥饿，赶快吃。你也很饥饿，你也过来吃个罐头。不吃罐头，吃这个。你再去造个东西。有人因为他们死了，我知道你饿，不着急。造个吉他，吉他需要木头10个，本来可以不用造的，怪我不好。这边都不能放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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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这儿吧。酒精，哦，需要过滤器，燃料。和酒，酒可以变酒精，哇，酒精可值钱了，多少2个？我们现在是过滤器不多，多造点过滤器，去造过滤器去。你待会儿造，哦，先造着吧，过滤器多造一点。这个是在睡觉，这个是在造伤心了，我不想再去想他了。待会让你弹琴，好吧，妹子。这个货是个厨师，是个没心没肺的货，你看到没有？哦，也伤心，好吧，有心有肺。哎，厨师继续造这个，妹子把酒精拿起来。三个人忙得不亦乐乎，今天也没来人，还是可以造的。酒全变成酒精，这边还在造过滤器，暂时可以酿酒了。好，你去弄水，水是不能缺的。你会弹琴吗？他不会弹。哦，你喝酒去吧你。厨师，你可以去喝酒了。喝酒，一酒解千愁啊，醉解千愁。你去弹琴。啊，你去睡觉。妹子还在造酒精，酿酒，酿酒，又在酿酒了，有水就酿酒。这货喝醉了，喝醉睡觉去。
那个人真不应该杀的。四个酒精，酒精可以，酒精台可以造一些，绷带，绷带去换东西可值钱了。绷带，看到没？三个绷带。我们草药不够，绷带换东西可值钱了。绷带。我算一下，酒精的话是需要燃料和什么东西来着造出来的？是水和酒，哎，不对，酒精是酒，燃料。让我们来看一下。哦，燃料，哦，和材料是过滤器，变成酒精。现在都是忙得不亦乐乎，几个地方。啊，他不伤心了，看到没有？他仍然饥饿，饥饿，饥饿，很伤心。你去弹琴吧，我知道你会弹琴。说是在抽烟了，说是抽烟了，有烟了，还开心死了。然后这个地方又可以再造一下水，然后这边可以升级造什么东西？升级以后可以造高质量卷烟。这边升级呢，看能造个什么。我现在跟大家说什么没造？酒精这个造了，酒造了。药草药造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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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只差这一个了。还要大量的木头和材料，现在材料也不多了。我现在看一下，我们还有多少的个骰子？只有一个了。怎么造水呀？那玩意，种菜这玩意太消耗东西了。水还是要造的。上了，还是去宾馆，宾馆还没有拿完，宾馆和超市我们都有东西没拿完的，还是去一下宾馆，让他去，饥饿伤心，在床上让你睡一觉吧，妹子也伤心，妹子睡觉，去搜索，你守卫，你在床上睡觉。直接去，12个带满。哎，那一个人杀的，搞得我这帮人都不开心了。我错了，不应该乱杀的。就杀该杀之人的时候啊，是没事的。妹子是特别憔悴的那种。卷烟，好多燃料，燃料我不去。好，下次再来一次，这边东西可以全部拿完了。走，回家。这次的话，我们把几个地方该扫荡啊玩的全部去，全部晚上每次都，因为我们现在吃的也多，什么东西都多，就多过几天日子。哦，我们现在要造一个东西，我想起来了，我们要造那个炉子，要开始冷了。好，然后这边继续造这个东西。妹子继续去，很饥饿，去吃一个。你睡觉，酒喝好了没？好了，去继续，去造这个。刚才没搞完，时间到了。话说这个老鼠怎么抓不来了？一天比一天情况差了。你很伤心是吧？弹琴去。你会弹吗？对，这个当过兵的人会弹琴吗？饥饿，饥饿，伤心，疲惫。哎，老鼠肉。可以用肥料。求你了，来个跟我交易一下好不好？我有很多东西可以交易了。
用这个东西交易。现在水太少。我们不要失去希望，伤心。喝一杯吧，一醉解千愁啊。还什么东西可以造？这个需要，我们现在要材料了，缺材料。妹子喝酒了，来看一下，伤心会变吗？喝醉了，不伤心了，睡觉去。哎呀，妹子喝醉了，好好猛啊！哎，厨师跟他一起去，厨师在猛抽烟哦，看到没有？妹子睡觉去了。现在不造酒了，还是没人来。今天晚上等他上床以后，我们就，然后我们再造一个水，然后再造一个水就睡觉，就结束白天。还在喝，妹子还在喝。再造点水，现在有十个水。上面还有好多空地方呢，啊，他不用睡觉了，还伤心吗？这不还伤心？这心里的都那么脆弱，妹子不想睡，都不想睡觉，你想睡觉吗？哦，睡你的觉去，别弹琴了，你去弹琴。白天再去搜刮一下，还是让他去搜刮，你守卫睡觉。伤心，很饥饿，伤心，饥饿，还是到宾馆。我现在是想赶快来人跟我交易一下，现在到现在没人过来跟我交易，这个我比较的蛋疼。该没东西了，我们再搜索一下，搜索一番，看还有没有东西可以砍呐、啊？怎么样？没了，没了，该砍都被我切了。哎，还有能砍的，哦耶！家吧，应该没东西了。应该没东西，搜刮差不多了。打不开还。没了，全干净。回家吧，身体好得不得了，到处乱窜的，看到没有？跑得快的人真的跑得快，大家感觉到了没？动作极其迅速，来，好了，这个地方基本上算清场了。好快啊，都第20天了。回来了，他们这帮人就没吃过早饭，知道吗？吃过饱饭，用了子弹，帕雷夫开始有些不适，没关系，帕雷夫在这儿，帕雷夫去
吃个药，你睡觉，妹子啊，心情也好了。来，心情不好，沮丧是吧？沮丧，喝杯酒去，喝杯酒以后睡觉。先吃东西。喝酒，喝酒原来是治疗心情的，好吧？喝醉了，仍然饥饿，睡下去，然后还是造水，轻微不适。话说，能不能给我来个交易啊？啊，你先别着急，你先干个活。对，说真的，他干不了活了。啊，睡觉睡觉睡觉，你来干这个活。来个交易好不好，大姐、大哥呀？来个交易啊！来个交易不会怀孕。我们现在好多东西，实际上也不多了。我主要想赶快交易一点材料过来，材料和那个配件。来人吗？来了来了，他来了。然后交易完以后就是你可以滚了，是吧？烦的呀死。但是我们有酒精，我可以用这个跟他换。看，看，看，看到没有？这个东西真的值钱，我跟你讲，这个药东西巨值钱。看到没有？一个药能换那么多东西，再换一个。好了，好像不行了，继续换，继续用药换，药多，我现在可以造，自己造药，对吧？当然了，好，再换，酒精我们待会可以造。木头没有，再换。我们现在没什么人受伤。哇塞，这个药到底多值钱？可以换好多东西。药真值钱。自己要值钱了。好了，看到吧，我们要换那么多东西，还有吗？好吧，你这个穷鬼也没啥了。还有好多药，卷烟、咖啡、药、食物。菜我可以想要也不算了，不感兴趣，你可以滚了，烦的要死。哦，你疲惫睡觉，哦，很饥饿，赶快去吃，烧菜给人家吃。没蔬菜了，只能这么烧了。肉上面有没有？哎，拿着你的肉去。妹子嘞，饥饿而已。结果我喝多了再睡觉。妹子饥饿，你还好，人家这个才叫真饿了。你不用睡觉是吧？你也不用睡觉。然后我们看看可以造点什么东西。Thank you.
还是要这个，看到吧，要配件才能造这个重东西。我们现在重东西呢是需要肥料的，肥料只有使用蔬菜或者是肉把它变成肥料，就等到烂掉以后变成肥料才行。这个为什么不给我再制作一个了？我可以材料够啊，只能制作两个可能。啊，防盗门，防盗门材料和电子配件，这样人家不会过来抢东西。但是我们现在还是需要造一个这个，因为冬天快到了。放哪儿嘞？这儿。哦，你去睡觉。这壶还酒喝多了，疲惫睡觉去啊？你能干嘛呀？告诉我。然后妹子，搞点水。哦，酒酿好了。来了。做过滤器了，多做点过滤器。我现在没有配件。配件完全用光了，哦，材料，装饰好了，现在绷带药每个都有两个，肉多菜少。僧多肉少，是吧？哎，你干活，哎，你去给我炼一点酒精出来。酒精是需要这个 and 这个。没事干了，等他这个叫做好，我们就把这天过掉，然后再出去搜刮一番。做了两个酒精，我现在多少酒精了？酒精蛮多的，到这边来。哦，没有材料了，没有药草药了，没有草药了，我现在要草药啊。草药要自己种的。材料完了，没有材料，没的。你在干嘛？谈你的情趣。好，结束白天，100%了。超市还90%，这个也100%了。破旧的小屋97%了。再弄的话就要出去打架了。我们超市让妹子出去一趟，带上斧子，然后你在床上睡觉。那你去吧，你擅长干这个，你守卫，你睡觉，就两个上夜班，两个上白班的。超市好像已经不需要斧子去砍了，直接去。超市还有东西吗？在这儿，说是90%了呀。哦，没了，这下真没了。我们现在有三个房间已经被我们探索完了，没东西了，上去，没有东西了，没了，走吧，操作东西，几个房间？四个房间，已经全部被我们探索完毕了。好了，21集就让我们在下一集开始吧。感谢大家收看，大家拜拜。我勒个，还用光了子弹。